林徽因罕见老照片，大家闺秀的温婉娴雅尽在其中。看完惊艳，林徽因出生于1907年浙江杭州，福建闽县人，民国四大美人之一。图为1907年，三岁的林徽因，拍摄于杭州。女神小时候也是十分可爱的，林徽因又一和表姐妹珍贵合影。少女们身上穿的是北京培华女子中学的校服。1916年，林徽因在英国教会办的学校读书。林徽因是才气和美貌并重的女子，民国女神级别的人物。她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方面成就斐然，东西方优秀文化的完美结晶。1920年，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赴欧洲旅游，罕见合影，笑容十分有感染力。1920年，林徽因在伦敦罕见老照片，少女的美惊艳了时光。1920年，林徽因在伦敦罕见老照片，穿着打扮十分时尚抢眼。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罕见老照片，大家闺秀的温婉娴雅尽在其中。1924年，泰戈尔就三访华合影，林徽因又两徐志摩又一梁思成左一等人也在其中。18岁的林徽因在欧洲结识了欧洲留学的徐志摩，徐志摩当时已经结婚，因为林徽因的关系，徐志摩和妻子张幼仪离婚。1925年，林徽因和梁思成新婚罕见老照片，林徽因和两个孩子罕见老照片，母性光辉十足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